萧敬腾滴酒不沾，照抢1200万。萧不喝酒，几乎我几乎不，几乎不。不爱喝酒的老萧萧敬腾，18日率领狮子合唱团出席酒商马爹利派对。现场 keyboard 有点不给力，让老萧生气气啦。还好最后修好，顺利开唱。是说狮子合唱团跟酒很有缘呢，才代言超商啤酒，近没多久又接了酒商马爹利广告，总共进账1200万呢。我上一次喝酒是，小学的时候，真的在教会喝那个鸡尾酒，全身过敏，然后很痒很痒，后来我就是一直抓抓抓，后来躺在床上睡着。所以身体健康状况都 OK。娱乐动新闻，心脏会跳稍微快一点，还是一样。